活动是捐赠爱心书食，为宜兰县的社福团体加油的活动。我们呢今天有200个便当哈、哦，那还有200斤的佛光柚子哈、哦，那特别呢要跟我们6个团体来结缘哈、哦，那这些团体呢包括有一些长者甚至是中途之家哦，甚至是幼儿方面的能够一起来吃素。那我们的一起复苏全民乡亭呢是刚好在疫情期间哦。那现在呢素食业者有一些也是蛮困难的，那又刚好呢碰到有一些团体呢在这个期间呢也是蛮辛苦的，那刚好佛光人呢也很有心哈、哦，所以我们大师呢就发起了佛光会哈、哦，全台湾的佛光会，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能够一起来吃素哈、哦，那能够成就这个五合的人生。那我们大师呢常常成提到这个五合的人生哦，提倡五合的人生，这个五合就是人我和自心和悦，人我和敬，家庭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好，那我们平常吃这个荤食哦，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单纯的便当，但是我们要想到说，哎，这个便当如果是荤食的话，它的来源哈、哦，那我们佛教呢有一个寄语，千百年来碗里羹，愿生四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好，所以说这是告诉我们说吃素就很重要了。我们今天能够打开这个便当呢，就看到里面呢就是一种和谐。好，那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心的和谐。那其实人跟动物之间也是需要相互尊重的哈、哦，所以是人我和敬。那么呢相信大家在吃素的提倡下呢全民呢社会一定更加和谐，那世界一定会更加的和平。那今天很高兴呢我们这个有市长哈、哦，那一起召集的我们这些团体，那我们联合劝募董事长一起来全力相挺。那佛光人又很有爱心，那这是一个很欢喜融合的地方。那希望呢我们国际佛光会推出这个一起复苏全民相挺呢，大家能够一起都来支持，让这个社会呢更加的和谐，世界更加的和平。谢谢。是中山南梁别院发起了用素食来关怀我们的弱势我们的乡亲哈，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将我们这种发心的意愿分享给我们要关怀的朋友哈，有很多的素食主义者他也在要倡导这个爱心的一个捐助，所以长期宜兰联劝陈董事长非常的有这一种结合爱的力量的一个发挥哈，各界来的资源他都能够做充分的整合，然后用在需要关怀的地方，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社会所需要的。疫情的一个严峻考验，让弱势团体在不管是募资或者得到温暖的力量上面，相对的也减少了很多的力道。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素食的一个这个爱心的捐助这样对我们弱势团体最很多需要关怀的乡亲，他们实质上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除了施工所的这个响应之外，我们也希望各界共同来响应这个活动这个活动会让我们需要关怀的这些朋友们感受到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意哈我们的心意当然可以让他们在疫情考验的情景之下，也能够感受到各界给他们一个关怀的一个力量。这种关怀的力量来自不只是佛光人，也是我们所有这个乡亲要赋予我们社会责任上面的一些承担这些承担会给他们这个感受到我们真正的这种温情，这个温情也来自于大家的爱心，所以呼吁大家共同来响应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复苏全民乡亭。